是有那点的味。高山上采的花，蒲公英酿的酒，再来两勺史莱姆，把昨晚剩的胡萝卜都加进去吧。为了传递思念，我再给这道杂烩再上一勺。那是蛋炒饭，酒鬼。普通的蛋炒饭也值得细细品味。您有新的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种植时的辛苦劳作，新生命的繁衍。有用户催单了。只有最正宗的烹饪方式，才能凸显地道二字。油加入鸡蛋，再到你搅拌，啊对了，还要赠一瓶团子牛奶，直接倒进去就好了，这样好吃又解渴。又失败了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您好，天令奉行，您因为忤逆雷霆即将被处以极刑。这是今天第15单了，教练院的同学都好中意我呀。这鸡蛋炒得太老了，赠的饮料太少了，吃着不像璃月的米呀。退钱退钱退钱。啊，为什么单单都是差评啊？那师傅遭遇网暴，暂时休息。